国文艺国庆特别节目《祝福祖国》。如今，我们的祖国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，这是一个民族的梦想，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。蔚蓝色的天。水墨丹青是你，
节日期间，无数辛勤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岗位上，他们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梦的实现洒下了一滴滴汗水，集腋成裘，涓涓细流，能汇聚成江河，这是力量的源泉，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吧。兄弟姐妹们，老少爷们们，朋友们，来的森杰的们，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？征婚的。你想找一位高标准、讲科学、不懈怠这样的人哪儿找去？就找我们铁路人吧。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，轮船上面呢船长啊，列车上呢车长啊，铁道上呢道长啊。哎，说对了，我就是铁道寻道工，知道吗？寻道工啊。哎呦呦呦，还征婚。大伙看这个嘴，看咧得跟裤腰似的，那个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，我们就不能征婚了，看不起我们这劳动人。这人一听啊，就没有生活，没生活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寻道工十几万公里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，不管严冬盛夏，还是白天黑夜，不管是逢年过节，还是旅游高峰，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，安全正点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路上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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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饿了吃一口燕窝啊，渴了喝一碗疙瘩汤，累了做个足疗，困了上软卧室睡一觉去。哎哎哎哎哎，说胡话呢吧？怎么说胡话呢？什么还足疗，还什么燕窝啊？哪来那么多事儿啊？我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要是那样的，要是那样的，该有多好啊！美的你，美的我，你呀、啊、就是缺乏生活。我没生活、啊。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工的场面。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工，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包子。你饿了？你说我背的干粮啊？朋友，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？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。哎哎哎哎哎，这儿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，咱们接着寻路啊。接着寻路。嗯，
这是巡路还是带蛐蛐呢？我们铁路工人也有休息的时候，也有自己的情绪，接着走。狼哭鬼嚎的，我唱上一首我们巡路工人之歌。你也说了好债，我也说了好债。我是巡路呢，还是进了古墓呢？这巡路工人呢，什么情况都能碰到。你接着来。你打算劈死我是怎么着？你这天气恶劣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别老劈着我。暴雨，下着大雨，不好。报告总调度，报告总调度，铁路24段出现了塌方，暴雨下得太大了。什么？再有5分钟列车就过来了。好，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。是。配个什么音乐？你给我配个花白音，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，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！那我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。你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你看我像不像铁路上蓝鲸马的欧阳海？欧阳海我看你不像。我像？你像胖大海。胖大海干什么？不是，你站着不动干嘛呀？我等着拍照呢。拍照？我结婚征婚用啊。啊？
敬请收看中国文艺国庆特别节目《祝福祖国》。1984年的央视春晚上，张明敏以一曲《我的中国心》唱出了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。30年以后的2014年，他的《我的中国梦》再度唱响春晚，在神州大地激发了满满的正能量。小时候，妈妈常问我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抬起头望着天空说，要把青春献给祖国。这些年努力的拼搏，坚强勇敢的生活，一步一步实现了自我，梦想依然在我心窝。我的中国梦永远在我心中，任岁月匆匆带不走初衷。把我每一分钟，国家的兴旺是我的光荣。
是如足于也，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嘿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嘿啦嘿啦嘿啦，爱我中华。五十六颗星座，五十六枝花，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家，五十六族语言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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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健儿奋起不发，爱我中华，建设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中华，中华雄姿英发，爱我中华，五十六族兄弟姐妹，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会有梦想，它虽然天真却很美妙，也许是它支撑我们坚定的生活，让我们珍惜这个梦想，把握每一天，也许这梦想就会照进现实。Cheers.